阿东阿布叫美玉。大家好，我是 Jesus。 你们知道台北市长的候选人有谁吗？大家都只想到柯P，柯P太有名了，但是这样不公平。有没有想到，如果连知道有谁都不知道，等于你没有选择。今天我有机会访问另外一个候选人，你猜他是谁吗？哎呦，我怕你们不够了解台湾，阿东阿帮你介绍，掌声欢迎我们的来宾。 Hello， 我是范宁，欢迎你来我的节目。我的观众想要多了解你，所以我们要快问快答。有没有英文名字？叫 Yvonne， 但是很怂，后来就放弃了。昵称呢？饭桶吧。哪里人？我是淡水人。做什么工作？台大社会系的副教授。以前学什么学校？耶鲁大学毕业。你属于什么党？社会民主党。有没有结婚？ KMPS。 星座？巨蟹。喜欢猫还是狗？猫。敢吃臭豆腐吗？非常爱。猪血糕呢？也是我的最爱。看到外国人会跟他们讲英文吗？高兴的时候。你最讨厌做什么？还没想出来。那最爱做什么？运动 sport。 今天怎么来的？刚搭捷运来的。看过我的节目吗？看过，当然。订阅吗？没有，对不起。你跟谁分享？没有，再次对不起。我要跟你们说吼，我都不敢批评政治人物，我觉得这个位置不好做。很多台湾人说台湾人对政治很疯狂，西班牙人对政治更疯狂。其实看看这个问题都是简单吧，认真就开始了 go。 但政治人物很难吗？非常难。遇到酸民怎么办？学习度量大。我个人觉得台湾政治是阿贝世界，你同意吗？这次投票你会投给谁？这次投票投给我自己啊。如果阿扁、马英九跟柯P同时跳到海里，你先会救谁？柯P吧，他还在跟我选。小英最糟糕的决定是什么？婚姻平权吧，那个拖到现在。为什么想要当市长？因为我希望台北更好啊。台北市长兼好转吗？啊，薪水一个月多少钱？不知道耶。你跟其他的候选人有什么不同？我是女的。你会不会这样抱猫？几只不一样的猫，他们喜欢的抱法都不一样。听说台南会开机回来的，年轻人的新宠物，开机回来的。我们台北可以开机 every day 吗？当然可以啊，是蛮好的尝试。会不会同意台湾阿成对政治的想法？台湾阿成是什么？可以吃吗？你觉得台北是洗钱的天堂吗？洗钱你想要干嘛？大巨蛋这件事有救吗？快没救了。讨论生美馆，台北有救吗？其实台北比我们想象中美丽很多。有吗？你知道新北不意外这个说法是什么意思吗？新北什么？那如果我投你一票，我可以拿到双重国籍吗？投你一票可以帮忙吗？拜托，我考虑特别发给你。你会支持我们台电大楼人独立吗？台电大楼独立，那台湾没电怎么办？哇，回答这些问题不简单，辛苦了。问题，你会想要问范云什么？把握机会了，给留言问他。好啦，我不多啰嗦了，谢谢范云。谢谢你，拜拜。谢谢大家，下个礼拜见。